时呀，遵着善良啊，殷勤布善精进，唔通好一念恶心啊，那就千万般错误咯。经过在爱顾好咱这念心，咱绝对唔通生起了迄份非分之气。现在心不管安怎样，都是感觉到淫欲不足，养成了迄种贪念嘛，就是伫现在啦。何里物质搁较多呢？都也搁是感觉不足。这种的人呢，就是行贫不富足的人，或者是内心啊，一直爱搁在行。这世人无富足，不断地的贪，那来世人啊，还是爱不断地的行哦。这呢，侬过去有讲过去，希望咱大家人听经啊，听法啊，法爱入心嘛。经呢是的道啊，日常的行道，步步唔通差错。种的辛苦啊，去强迫啊，甚至呢，妄压良善。人本来就是真良善呐，但是呢，这种中公势啊，也来压迫这个良善的人。这呢，应该咱现在啊。嘛是定定有安尼啊，这些人生的劣性啦，凡夫啊，疲乱的心，得到一点点嘛，哎呀，攀缘呐，就利用这种的缘呐，安尼呢来欺诈良善的人。有的人啊，甘怒不甘言，予人安尼气压的吼，有话无得讲啊。这生活总是爱过啊，那么该有关系啦，来压迫伊，或者是来欺诈伊。伊虽然知影，但是呢，就是唔敢讲。这种的良善的人，永远呢都是被欺诈的对象。所以有的人就是讲，这种怕恶欺善，就是欺负呢善良的人，这叫做妄压。明知他伊是冤枉，你就是要压迫伊，要欺负伊。世间到底有偌侪是安尼的人啊？哪怕是感觉的内底，是不是拢总犯错？歹的人呢，无一定有的呢，无错啊。但是呢，
比冤枉啊，啊，就是真假冤恶也嘛未少啊，甚至压迫伊呢，无做的讲到有做，那、啊、无奈，或者是呢吞纳干悔，甲人合作招数，都用真多的这个关系呢。去甲不法的商人呐、啊，去招数啊，或者是呢贩毒啊，这种的物件不应该有的。治安呐、啊，就是爱，会当头讲欣赏大家人呢，用公道啊，买卖贸易，但是呢。有的做不法的生意，或者是招数啊，温暖过关，这呢嘛是爱后面有靠山，啊，这后面这个靠山呢，嘛佫有伊后面的大粒山，所以呢就可以啊，满天过海。或者是呢，去甲人压迫啊，这本来爱缴的公款啊，伊去甲伊做坏，你唔免缴，但是钱爱付我，这拢总呢吞纳干悔，就是不法啦、啊，不如法的钱，伊呢去做贪这种的财物啊，这叫做。吞纳干悔哦，或者是苦得为缺啊！这人本来就是得，但是呢，一直呢，要改拗甲回弯呐。伊的道理本来就是对的呢，对的道理呢，嘛是要叫伊哎讲唔对的。哦，这嘛是，予人会感觉到讲冤屈真多啦。所以庇护，为着要庇护一个人，就去叫另外一个人去认罪认错，嘛有安尼个呀？真呢，过去是安尼，现在的社会也是同款安尼，这种。受冤啊，无法度通申诉，苦得为强哦。明明道理都是这么正直，这么简单，伊就要改复杂，就是要改呢冤屈啊。真正是有冤无地讲哦，那为处应言呐，心里。欠梦，家己有去犯错，就是做这呢正错错误的代志，动汤数法啦。那伊嘛有一天啊，发梦焦焦啊，也嘛会爆发出来。安尼呢，这个辛苦，嘛会受法律的制裁呀。唔只是去冤枉别人，何人去坐监，或者是受苦法等等啊，就是家己呢有一天呐、啊，原来会受着这种，不管是啊去受贿赂，或者是呢去合作哦等等，这种都是真不法的代志。迄任下地领他财物啊，侵公一私啊，或者是侵私一公，吼，或者是呢损彼利处啊，或者是损处利彼哦，真呢，这是真复杂啦，吼，有诶呢，即卖社会真侪啊，做不法的生意。有伤害民众的信心，咱那是公务的人啊，一
应该是爱积功啊，去砥砺啊。有的人包书枪啦，或者呢做色情啦，或者是呢化作真罪，对社会人群呐、啊，有伤公理，有伤这个道德等等的代志，这呢，伊应该爱去执行，去取缔等等。伊不但无去执行，不但无去取缔啊，还是呢放任互伊去做啊。这种邪业吼，不正当的代志啦，应该爱去治安嘛，这也是治安的一项代志啊。安良治暴和民众呢，一旦过着顺良的生活，就是呢，以放任和这种呢不正当的事业啊、色情场所等等啊，安尼呢。放任何伊去做，才伫这个中间呢，挑起灾民吼，这款呢，嘛是有呢。现在社会真正复杂，其实呢，看到这个惨闻呐，应该呢，从迄个时代，五大国事以前的时代都一直有诶，真呢。敢是叫做凡夫无名，无数以来啦，都、就是安尼一直呢传着吼。那也个有侵公益私哦，吼，侵公款呐来利益自己啊，有偌呢多人呢侵公款，常常社会看到的新闻。这小小的公务员呐、啊，伊都有法度呢，长久的时间呐、啊，唔知安怎去动作呢？会当上亿、上千万，这种轻功一输啦，这嘛是有啊，这嘛是真可怕哦！你看小小的一个公务员呐、啊。经过伊的手呢，伊做一个手卡，长久的时间呢累积起来呢，几千万啊，都入伊的私囊去。这种呢，那是有一天啊，代志会爆发啦。这有当时从表面上看起来，看得真乖真顺良，但是呢。私底下做出了呢，这种不法的代志，侵公益私吼，啊，有的呢是侵私益公，就是啊，为着要讨伊的功劳大啊，所以呢，伊压制、强抽税等等啊，不该体会伊强。安尼呢，伊会当头点出了呢，伊大公无私，其实呢，上过头，所以呢，压迫善良，会伤人呐、啊，所以呢，就听出了伊呢，迄、那个执法啊，严而公正，其实那素人呢，这。民不聊生啊，那有的呢是损彼利处，损那个人来利益这个人，那或者是损这个人去利益那个人，总共一句呢，处理代志啊，无有按照道理啊，不正不公啊。无法度呢，头顺势道理，这呢真正是世人啊，生活都会受灾受害啊。伫这个社会呢，互人袂当头心服口服，袂当头心安心安，那
这拢总是伫公文中啦，或者是呢，互人雇佣的人所做诶吼，这满天过海啊，欺诈的工作。那下面阁讲哦，挂他主要啊，刻意心灵呐、啊，切勿做过啊，偷盗官丁，私掠公库啊，纵运私业，真呢，拢总是伊有一点啊关系啊，所做的代志啊，挂他主业。来侵占人的土地啊，不断地咧清粮清粮，那好亲像呢，给他们一束啦，都是我的。或者是呢，合作做代志呀，哦，顺把人来利益家己呀。或者是呢，表面上看起来真好啊，嘴拢常常一直讲哦，我会啦。我会做真多好的代志，哦，我会帮忙你，啊、哦，我会讲真多，互人感觉真相信你，也真依赖伊。但是呢，心拢无影做出来，话讲真多，伊要做的代志，但是呢，内心无啦。内心既然无想要做呢，你想，伊的行动哪有法度通我出来呢？这种，敢若用嘴要去帮助人，其实呢，心都唔捌真正发一念的好心要去帮助人，何况行动呢？哪有法度通我好人呢？这样。那迄句嘴真甜，伫咱平常时讲句句吼，那这讲了真好听。其实呢，心嘛是一个真健贪，看会当个贪较济入来一个无，看会当呢，好大家人，我讲一寡互恁欢喜听的，但是呢，叫我做无哦吼，那。无法度好写，所以呢，讲的真多啦，做的拢总无。这种的人呢，叫做刻意心灵吼，那切勿做过吼。那亲像这种呢，做有的人从中啦去处理吼，比如讲中介，起码真多呢外佣啊。其实呢，向政府报的，或者是向雇主报的呢，也付伊的钱呢，真正呢，这个外佣所摕到的七扣八扣啦，已经呢，到个真正外佣的手里，会当寄当去处理，无偌多啦，这种呢，从中趋利的人，这。大家人拢唔知，外佣也唔知伊到底可以抽偌济去，雇主呢也唔知影讲，真实外佣会摕到的偌济，嘛拢唔知啊，这叫做潜，可能唔知呢，那所以领取去摕的物件，或者是这项物件，我甲你介绍，你租这间厝，一个月15000。其实，伊予厝主呢是万二，或者是一万，那这拢总是伫这个中间呢，安尼去窃取吼，或者是偷盗官丁吼，就是帮助人偷盗在不法的物件吼，那招税等等，这叫做偷盗。官丁对政府是招税啦，其实呢，你若帮助我，这个会会当过，我会当给你偌济私掠公库。
吼，这该抽水伊无甲抽，啊，互伊过去。那所提的钱呢，是伫伊家己落地啊底。这种呢，总运输业啊，吼，这拢总是不正当的，这拢总是叫做不义之财呀。这呢，拢是伫人的心气，人。有时阵啊，都会去做着这种呢不法的代志吼，嘛是真多啊。其实呢，家己人不修法啦，触着迄个法网，因为有不修法的人，心存不良，或者是行为不良，那所以才会好。这个将功。公司行公司的人呢，才会生起了迄个不法、欺压良民等等的代志呢，拢是安尼恶性的循环呐。世间呐、啊，从无始以来呀、啊，这种劣根性呐、啊，那心不修法啦、啊。不自爱的人是真多，不管是民众、民间的人做不法的代志，或者是呢执行公务的人，伊嘛是不法的包庇吼，或者是冤枉、善良等等啦，都拢总有。总讲一句，拢是伫一念心嘛吼。咱啊，平时啊，把咱的心照顾会好，行存善念，布善精进，在不断的福田爱经啦吼，那绝对唔通一念恶心就千般错啊！那一念恶心起来到底呢，什么都拢总错掉去咯吼。所以啊，咱爱好好。照顾好咱这点心嘛，时时培养这份的爱，让人呢好好结人的好缘，那安尼呐，才会当安良地步啊，社会呢才会当平安呐、啊。所以让人爱多用心。